撩妹撩男术大公开，翻墙的记忆，张平湖、杨晴，脸红演技大考验。TVBS 女人我最大，位在明晚8/3节目公开各式撩妹撩男术，特别邀请到翻墙的记忆演员张平湖、杨晴、张丰豪，并请小凯老师和吴依林老师担任评审，用抽签方式来配对艺人房思瑜、杨子怡和美，以演技 PK 考验各式男女触电心动桥段。只见这些男神女神使出浑身解数展现撩人演技，节目中张平湖、杨子怡甚至因为房思瑜、杨晴的心动撩男桥段，两人不约而同的害羞到当下耳朵赤红，频频傻笑以对。和这些年轻演员聊到翻墙的记忆，主持人蓝心梅则表示，我个人非常看好，因为我很喜欢你们的导演何润东。年轻演员们第一次上女人我最大，不免有些紧张。主持人蓝心梅笑说，我们节目真的没有那么严肃了。还加码爆料，杨晴之前碰到她也非常紧张，讲话聊天都还会发抖。杨晴这次在翻墙的记忆饰演帅气又有正义感的女警，但在女人我最大周为了挑战撩男演技，特别双手捧住杨子怡脸颊，还深情对望。没想到因为两人四目相接太近距离，让杨子怡瞬间害羞到耳朵泛红，还大喊很可怕耶。杨晴眼睛很会放电。轮到房思瑜 PK 演技时，他则利用和张平湖聊逛街话题时，就顺势拉起男生的手臂勾住自己的肩膀，还双手握住张平湖的手并揽住男生的腰，呈现小鸟依人撒娇状的要男生带他去逛街。面对这种可爱攻势，张庭湖也不免掩嘴害羞笑了起来，双耳也瞬间羞红。不过也许是房思瑜手臂力道较大，张庭湖边摸住自己泛红的耳朵边搞笑说，手有点痛。而翻墙的记忆导演何润东也趁后置空档，特地来节目录影现场探班，为这群演员打气。没想到被临时拉上镜头，还与张丰豪配对，上演一出脸红心跳的男男搭讪桥段。只见张丰豪大胆地启用撩妹话术宝典，直接向导演开撩，望住和说，你知道现在2017跨到2018，我还差了一步吗？就是你出现在我的户口名簿。只见何润东一脸傻眼猫咪样，恍然大悟地说，原来都用这招哦。拍摄过程一直在装清纯。杀青了就知道了。